今天早上我看到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，报道这个 PAG 就是告我的，就是太平洋啊，这个太平联盟实际上股东是海航的啊，把我也给烧上了，把我埋汰了一顿，埋汰一塌糊涂。但是我挺好，埋汰的挺好，因为事实证明 PAG 就是共产党的。PAG 它的背后是海航，大家看看太平联盟的在这个用的律师事务所是谁，就是当时纽泽西一家科技公司被海航收购，最后他放弃了，欺骗人家，利用那个骗了把钱，人告他用的同一家律师，跟这个吴增啊找钥匙的吴增和杨澜一个路子，啥路子啊？吴增用的律师事务所同一个律师啊，就是核心人员马蕊强奸案，郭文贵强奸马蕊的，马蕊强奸案是中国政府报的案啊，马蕊用的律师，博讯伟实啊，这家有律师，这都一样的，不都共产党的？这太平联盟来要查封什么我的公寓什么的，耍流氓啊，根本就没那3000万美元，根本就没那3000万美元。我是个担保者，我是担保人，结果不找债主，就找我来找我担保人，耍流氓吗？